请一批瞄准荧幕中心。组装子弹，组装子弹，我不知道。免费的，就按一下，它就有组出来。这个先按。完蛋了，要爆了！超满的弹珠。小姐，你可以不要一直中吗？我想多一点。你可以丢多一点吗？丢很多啦，好便宜哦。我想要走了，你一直中，小姐。那几率少一点。你要投多一点，然后把它用完。好，哇哇，这是它最多20颗，最多一次都20，一次是20，然后满了。好，不要中，会有80颗，打不完的弹珠。16颗落上。小屁也对我。土豪式玩弹珠，我发现左边那边很难打进去。我磕的是真难，别的我有。我要吐血了。打不完的弹珠，刚好的20颗，再来6个，滴滴，再来2个。不要中，拜托不要中，拜托不要中，不要中了。哈哈哈哈哈，真的，耶。一定好开心哦！弟弟他现在有夹娃娃机耶，你看那边开心吗？开心。还有那边里面还有，除了糖果，你看那边还有那个 BB 那个。你要看吗？那边还有，看你要看要夹哪一个？我夹一个。这边还有，弟弟轮流啊，轮流啊，没关系。它掉出来了，还是它满了？为什么？你可以放在你的袋袋吗？等一下，先放在袋袋。可惜了。我不是这么夹了吗？没有吗？再来，没事没事，再来，看有没有办法一次抓2个。是夹到的时候就没有，再来，这个太难了，因为它很小。再夹。那个要找老板了，他应该满了。你是夹了3个，太强了！他可以给我一个吗？太强了，好可爱哦，这什么？你知道我现在保夹，我刚刚是自己掉下来的，这样是保夹。是哦。所以你要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、紫色也可以，都很好看，都喜欢。还有。啊？没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在看姐姐在干嘛。哎，我是。你知道他也有那个吗？保夹，你可以固定同一个。再来，再来，再给你一个。我再去拿代币。挑战性，你不要那么没自信。你觉得是这个地方？我这样子把它弄掉了。好，再来，你可以再借我一个吗？因为它又要保夹。好，再去找宝宝拿。好，几枚了？可以啊，继续。你现在保夹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又中了，太厉害了！你要抽中，哇塞，你让我太惊讶。所以你10块就换一个健达出奇蛋嘞、欸，哇塞！也没什么。你掉在手里一直抖。没有，下一首，他有4首，快乐吗？哇塞！